嗨，我是 Miles， 中文名叫邱建二。我加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已经两个月了，我现在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乐队里头工作。我们每天主要的工作是在米奇大街担任氛围表演，并作为第一个表演团队迎接来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游客们。在每天特定的时段，我们还会和米奇一起演出。试运营对乐队来说就是表演的正式开始，我们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场表演，也努力把我们两个多月来密集训练的成果展现给受邀入园的亲朋好友们，让大家共同体验感受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欢乐魔力。我们相信每个来到乐园里的游客，从踏进大门的那一刻起，就能体验到它前所未见的神奇。当然，我们乐队也有自己创造神奇的独特方式，从我们演出服装的穿搭，类似歌舞剧的表演曲目与台步配合，加上与米奇和游客的互动表演，都能让游客们在音乐中体验沉浸式的迪士尼魅力。让我们一起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点亮心中奇梦吧。